仗义一时，改变一世。以后无论我去哪儿，我都把你带着。我想学做生意。我们吴家东院发家靠的是两个字，一个是诚，一个是信。我记住了。好景不长，家门巨变。我不要。暴风雨要来了。他将如何力挽狂澜，重振家业？你做，现在只有我了。那年花开月正圆，2月18日晚上10点，中天娱乐台。